节，我倡导爱护动物，支撑彼草，和谐共存。谢谢。我是38号林一灿，我倡导刷牙洗头要注意，随手关闭水龙头，养成节水的好习惯。谢谢。我是39号星星，环保需要每个人从身边小事做起，把比较厚的口香糖包好之后再扔进垃圾桶。大家好，我是40号刘玄玉，我倡导每人每年种棵树，营造绿色大世界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41号刘晶，我倡导出游时自带垃圾袋，垃圾随手带回来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42号李淑轩，我倡导保护濒危物种，让人和自然和谐共存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43号张艺琪，我倡导储藏食物请不要用塑料袋，密封容器才环保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44号张帆，我倡导外出走路注意脚，不要踩到地上草，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。谢谢。